元神，断鬼是谁？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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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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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们萃取都领完了吗？萃取领完了吗？好，哦，这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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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很硬度哦，噔噔噔，他一直都在学语。嗯，我再看你地图灯怎样，我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可以啊。我在那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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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掉几个地方的。我全部都要，我现在剩鱼竿跟那个啊，跟金变素材了。别跑，金蝶！我已经拿到那把弓了。哦，还好这活动有30天。又一个版本，嗯，慢慢来啦。15，你想当初煎饼果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就不要就不接。嗯。煎饼果真的垃圾啊，确实。啊！你这右上角那个没开，哭啊！嘿嘿，什么附近貌似有富有弹力的什么东西？那个啦，他是要叫你拍那个，你要带一只雷、一只火和一只草，你要有三种，一种是原本状态，就是用草打它，然后用火打它，然后先用雷打它，会变成火化状态，再用火打它。雷的状态就可以直接用火打，他就会直接围起来了，他却直接阳痿。哎，草是因为最后一个要用草，那个树啊，你如果那个炸药桶炸完没了，你就要用草把它打起来。嗯，先把这个鸭给打掉，有点烦。鸭，鸭，鸭在哪里啊？我要在哪里啊？啊，我有。嗯，哦，没有，我以为这个只是一个临时的任务。有，是临时的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都不长，都不长。如果我用快速跳过，是还蛮短。我总觉得我这样来钓鲤鱼好像有点残忍。用富有弹力的奇特武器，你用两只角色开始鱼会不会很惨、啊？富有弹力的奇特武器，哎，等一下卡卡就要爆开了。真像这种物种的状态。那你说拿那个？哦，原来这个是这样用的啊。嗯，你要剪、哦，然后用弓箭射它或重击它。要我展示全锚点给你看吗？还有三个地方都没有留，都没有显示，然后你都要自己找。因为全锚点是有成就
所以你就会一直在想，干到底缺哪里，到底缺哪里，然后他又没显示，超低能的。有一个地方是他，你不自己去找，他是不会显示的。就算你有解分离术，你不自己去找，他还是不会显示。其他的都会路过，唯一一个不会显示的。开到港口了吗？有啊，你开到港口了吗？有啊，好。无话可交流。放锚点就行，太强了吧？这么说你准备要开到副本哦？谁？哦，在那里啊，你的镜头是那个、啊、被那个奇怪的波动炮下去的那个地方。哦，真的好长哦。你看那个阿玛兹阿玛兹啊、嗯、你是在解任务吗？对啊，临终奇遇吗？我不知道那个拉那个恭喜你来到地狱哦这只是地狱的开始。你是不是在陪拉娜，陪那个即将害死许多种子的女人？干婊砸！我不要跟着你啊！我在这里钓鱼，我看到你中计。我握太瘦，你太瘦，我也太瘦在哪里啊？我也太瘦，我也太瘦，我也太瘦，干还是被我打死的。我说你在收什么东西？我在让我去入派一个生物哦，我看到了，哦太好了，那你的点都没开，哭啊，太好了。我看能不能硬跑过去开。你没开，我就自己飞过去。好远哦！把盖塔。我看到草神桶了耶！对啊，我的是呢，我硬是盯到这个吊点的，来右上角那个也这样好了。你居然有鳄鱼哦！鳄鱼就只是瘦肉而已。哦，把它当瘦肉去啃。那是怪吗？是怪。但是它就是会掉瘦肉，血量比一般会掉瘦肉的怪多，但是也很软，跟一般的怪物比血又很软。哦，我想到你说这水有点深。不要跳啦，垃圾鱼。谁准你跳的？我决定把你留给阿恰卡。
した甲斐があった。你麦是哪里买的？收音这么好，很赞哎！哎，看这个牌子啊，我想看一下。哎，想说其实收音做好的麦也不多嘞。哎，把键盘声都收进来。这样不好吗？我吗？这个我没有。是啊，你又没有跟我说，因为我以为你以前就知道了。我知道，就是只是我不知道在你们那边是多大声啊。比多阿梦，比多阿幽梦讲话声音还大声。87个喇叭出来了。我先打下去。我的麦是那个 HyperX， 但是他有在做麦哦。有啊。我一定要走进。然后我讲话的声音他都收不到，他收到我键盘。干嘛？你讲话声音也蛮明显的、啊，我也收不到、啊。哎、欸，请你离开，请你离开，我要开七天。干，你可以先去开右上角的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在跑去别的地方，我会往山。你会往山吗？等下你下面开完先开右上角，左下角最后再开，因为那边没有钓鱼的。我为什么要钓鱼？啊？我为什么要钓鱼？对啊，但是还是右上角要先开啊。不要。不行啊，左下角很难开齁。区区一个七天。哎、欸，右上角那个锚点在下方飞过去就可以开了。是多叛逆啊！那个什么猪什么山，酱猪魔山。拜托，我有那个客勤，你他妈丢一个飞雷神，那也到不了。你把克勤当神了？没有啊，飞雷神啊，就是那个四代目火影那个。我觉得四代目比较强。他也是要在那边换个东西，他才飞得过去。只是他没有 CD 啊。好吧。你大克勤有 CD 啊？有本事你让克勤一没有 CD 啊？没办法，就是这个游戏的尿性啊，要不然我就承认他是八代木火影啊，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尿性啊，尿，我还缺啥、啊？这三只还缺吗？绿色这个缺，这个不缺，这个缺 ，OK， 好掉。
你可以转个时间吗？不动，转不动。你这开法也太特别了吧！附近的点不开，非要那里去做什么？七天为主，秒点为辅。为辅，但你起码哦，所以你现在是往那个七天走，是不是？哎，没错。啊，好。你那里森林收听第三章。怎样？这个要用草系的东西打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有一只那个飞天的那个叫什么？叫不？机器人。飞天机器人。对。你就把它当机器人揍就好了，那跟操作。不是啊，它被绑住啊。啊，绑住那个、啊，不是，那旁边的东西要用火烧。啊，你不错了。确定你要先解章的吗？那东西有十二个很多。啊，经过就了。那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要挂钟了。爆掉了。不是哦，你那附近锚点没开，你要我跑过去啊？那你就再进来。啊，好，那我掉完再出去再进来。有什么事情是出去再进来不能？看不到的。那陌生怎么一直进进出出？你那边是没团，是不是？怎么我一直进进出出？没有，我刚刚在看利可利斯啊。我看我一直进进出出的。我刚刚在看利可利斯啊。那个刀怎么样？哎、啊，他男朋友来救他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真岛啊，真岛不是去救他了。真岛不是是去挟持吉先生吗？那不就是为了救他吗？这我都不知道了。干那个吉先生跟那个老板真是他妈假上哎、欸！哎、欸欸欸，救命！哦，来了，最后一只要起来了。咖喱啊！你死了吗？拜拜。哦，那个在那个、啊、在梦中的世界，哦，那是讲到哪里了？那很快呢。那个就是我跟你说，你那时候不是有采花，要去捡那个采那个花虫，你最毒太溜啦！采花虫，你最毒蓝的采花虫那个，要捡十二个种子去帮他种。好。我决定使用离开再进来。来不及，没关系，你就继续。你得继续，没问题。意识肯定是没问题。啊，他不是。你说那十二个吗？不会啊，但我攻略有给你啊。啊，不是啊，这种近战角色出那么多，啊，然后出一堆，什么东西？飞天的怪是多少？对我们？啊，谁叫你敲工没有开出来？敲工有敲出来，打起来就很快了。我有鱼了，你的鱼都钓完了，可以来陪你逛。
在哪里啊？下面。这里有。那一只啊，那一只啊，那一只啊。哦。哦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！救命救命！叫空巡呐！救命救命！他叫天空王，然后花生的称呼是狗。救救救救！啊哈！我没体力了。他不是才88等哎、欸？你怎么可能打不过？啊打啊摸不到啊！有没有空的角色吗？叶兰啊。没有其他的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你用夜蓝瞄他眼睛，他也会下来吧？啊，他会下来吗？会吧？不会吗？哦，不是啊，打翅膀吗？啊、还是不是啊？啊，重点是你刚占我两个，你刚占我两个位置啊！啊、我一个要放班尼特打那个姐姐啊，感觉不用打这个好，我是打这干嘛？啊，他有掉，哎呦喂、欸，那是新的，这个要用超属性打这个。那你有超属性吗？你没有，没有。好。对，那个没全部都按我。哎、欸，我抽到了啊！迪奥娜，好美啊！谁考试？你是不是在考啊？单抽出奇迹啊！啊？怎么了？怎样？你的事呢？你烹饪修行没解啊？愿为什么？愿为吹，愿为吹什么植物啊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人怎么又不见了？你人怎么又不见了？哦，我在啊，我不见了。可是我这只没伤害哦，因为我这只没有圣遗物。没事没事。现在随便切其他枝来。哦。哎，都。哎，要我再帮他打吧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。这东西啊，这个五个，这个 ，Hello， 那个我不能帮你打，那个我不能帮你打，为什么可以啊？嗯，为什么双飞不行？你要自己切草鼠的，你要不就是推到三只一丸，零免费的车来，要不就是把主角切水平。你三本书都要解完，然后那个煮饭的也要解完，这样。我愿为吹什么植物的那个，一吹植物的，还有之梦，愿为一吹之梦那个要解完。这天是最短的。完了，他刚看起来想的太简单了。
他刚那个好像感觉充满了惊恐与不安。时间会不够、哦，水天是最短的，然后你现在接的这个是最长的。吉祥是第二场的。看到锚点喽。这个女的很北烂。所以我说九个小时没，我觉得你今天应该是没什么料了。就算就算你把森林书解完，你也不够啊。这不是有问题啊？因为如果芝芝解到期的话，那也是就没什么差啦，主要就是炒的会慢一些而已。对，也还好，一周也才420嘛。你在绕什么？哪里有路？其他点我不先开。哪里有路我走哪。里面啊。我又不能说你离开再进来就可以到。要往上走啊！你港口的那三个点起码都要打开吧？在往上了，我在往上的。还是你是要去七天？我是要去七天，我一直都说我要去七天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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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啦！啊！我有点痛，靠！因为那个呜嘛，可能哦，那个虚拟放毒放到荧幕外面来了，看起来。我已经走到你另外一个点了。哎呦，这个哦哦，哎，不行，快点，我来。拜拜，你那个长得很漂亮，可是不行，我现在不能跟你太小修肝，还要去吗？可以啊。我想说我要转移重点，到时候起码把拉开的比较多，我可以去把拉来。你看他长得婀娜多姿哎，好肥哦！我一进来就吃他一脚，香哎。逃狱，逃狱找我红条啊！哎、欸，你去找另外一组。褪色红绸。我已经玩腻了。其实从后面的时候，从后面那时候解的速度比较快。他那时候走之人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森林书三章解了。哎、欸，又有这个人，又有那个，你又想哪个？就那个啊，啊，这个这东西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在这里用。这个要那个、啊，不行，只能世界主人的。所以他那个是要弹琴的。
啊、那个亮亮的地方是什么？那个是那个、啊、水天，水天什么之类的。看起来，感觉不要。那个就是他刚刚花生刚刚解的那个水天什么鬼书的，水天共书的地方，叫什么？那家什么什么号的？走啊！都去哪了？哦，你只是经过，我操！快点，走啊，走啊！啊，走啊！我先去忙一下，你揍他。找打手找得这么明目张胆？没有，我现在就是吉娃娃那个。哦，在旁边飞。哎呦，刚破图，刚破图，是中路的大姐破图。那边还有几只大怪兽是你刚说那个哦，那还有几只大怪兽？这里啊，不是哦，那就是小怪兽、嗯。他跟那些野猪比起来，他够大。哎呦，这里是怪有靠腰的。哎，他就没有那个，他是瘦肉、啊。我说他就没有那个棒棒棒，因为棒棒棒棒。快都不会有那个印度配音，印度 BGM。没有，我是说他这边的野怪啊！啊，你赶快去开七天好不好？就是他好像只有那个人才会有那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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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是沙漠音效啊！没有，是印度人。好像是因为那个是他那个什么红衣什么团，然后是沙漠的。咚。镀金女团，愚人众。愚人众是愚人众，这里的愚人众会跟镀金女团合作，然后你就会解到有一个任务叫人鱼，愚人者人鱼之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要来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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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 ！Hello Hello Hello！ 哎，我路过而已。不是哎、欸，他们这边也没有那个，他们也有绑红缎带啊。啊，他们要起义啊？不是啊，哦、啊，我是说，他们也没有我刚哼的那个咚咚 BGM 啊。只有那个漂亮的大奶油啊，是啊，原来你喜欢舞娘类型的，赞，骚到不行，那换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，啊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什么舞团、哦，不是舞团，那叫什么？不会啦，我推的银柱丝啊，
那我推冰饮啊，推冰饮啊。你推雷霆素食。雷霆素食啊，冰饮素食也可以啊。欸，你怎么走到那种地方去了？你不知道开七天，你往那边走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那个，我是那个是武器副本。啊，而且这里，我为什么叫你左下角最晚开？因为左下角的地图很难走。就爬。然后现在开了右上、右下跟左上的七天。我要去那个尤丁塔。好吧，有没有后悔叫我回来这个游戏？表示遗憾。太现实了吧！太现实，太坏了吧！那我还是别上线。哼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！我现在在压等，你自己看，我五十五等之后，那个怪又变得更难。压等。我现在一半在里面，所以尤丁塔是爬那棵树吗？哇！你刚把他老婆砍的、欸，啊！哇、哦！你刚把他老婆直接秒了，耶！活得好好的啦，就是那个水霜刀舞娘。我好像有看到，隐隐约约有看到。耶！把他有开，我去钓鱼啦！去啦去啦！可以啊，太好了。我觉得他那个 BGM 有点洗脑，有点而已吗？对，就是有点。没有，只有那一段。哎，那个被树根包住，好是那个被树根包住，就是有一个树帽，它被树根包住。两只绿的，没关系，我拿半米特出来试试，绝对不拖后腿。嗯，好像打完了，开始。啊，好，摸好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哎呀，害我现在只能换天敌踢出来了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我再掉一下就可以了。人家只能换天敌踢。不要跳，拜托不要跳，拜托不要跳。跳，你绝不会想象得到我刚刚多惨。我刚刚四只跳三只，而且是最少最稀有的那种鱼，四只跳三只。降不？睡啦睡啦，巴拉这里好多、哦。阿恰卡。我根本就不研究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好难念。查图，查图，你是想入罪了，是不是阿恰卡？好、啊，想入罪给那个五年，不行啊，人家游牧民族。嗯他说那个斗金旅团，
对啊，我说那个舞团啊，他们应该算那个练团，不是舞团，他不会跳舞。啊，对啊，啊那个他那个跟应该跟那个叫什么蒙古人？不是。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？干七八，那个。东楼怪人里面那个女的，东楼怪人，嘿，那个女主角，西方的话，他叫赛德克巴莱，不是了，干赛云鸟。来，过来咬钩。那个很快，我觉得最快的第二天里面最快的那一集，二八二。那就差了，二的就得要二。啊，我想到了，吉普赛人。阿姆斯特朗人吗？没有啊，他们是吉普赛人，游牧民族。柬埔寨的游牧民族。吉普赛不是柬埔寨。什么？柬埔寨不是有20%是台湾人吗？有吗？没有吧。啊，更惨了。打完了吗？打完了吧。打完你讲。哎，还有两个。在哪里啊？在阳间睡死哦，我还想偷他的鱼钩。